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：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945页。最后一行，课题：祸福随身。这是第四个小段。佛在此地给我们说道经。第一段给我们讲因，第二段说道的法方法，第三个呢给我们说果报花报，第四段这讲果报，祸福随身。经文里头在道法主要的是前面四句话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就这四句。这四句意思非常广泛，古时候家庭跟这四句就完全相应。古时候家庭是大家庭，所以中国人的概念不是人本主义，以人为本是外国人，中国人是以家为本，所以家叫老家。外国人没有老家这个概念，中国人老家这个老家存在几百年所以能治家就能治国，家跟国是一样的，一个范围大一个范围小为什么两样？所以在家庭里头也有这些情形家长的有权有势力的
不明的很多啊。啊，长者有权利的，往往为自己的爱好，啊，也做出违礼犯法的事情，啊，家有家法，有家规，有家法。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这家的败相，这个家维持不了多久，叫家破人亡。啊，所以这个家没有不重视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、家风。那问题，真正出问题的，都是出在欲望。啊，人只要能把欲望放下，就不会迷惑，就不至于做错事情。啊，这个欲望就是六根所对的六尘。生起贪嗔痴慢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业一定有果报，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，一定要讲清楚、讲透彻、讲明白。为什么呢？真正通达明了，不但不敢做不善，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念头也有报应。你身口意三业了啊，果报今世的报应是化报，果报是在来世啊。我们看这一段经文，富有间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辛苦，如是之境，无以随者。善恶祸福，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。幕后这两句，落出三善道，苦毒呢是三恶道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富有间隙，下面表经令的故事，自己有不肯给别人，叫吝财啊。在学术上自己懂得的不肯教给别人，叫吝法。世间这种状况真的是多，
古时候也多，现在就更多。啊，古人绝大多数都受过传统教育，啊，不认识字的也受过这个教育，他都明了。啊，古时候教育虽然没有正规学校，但是相当普及。啊，谁来传教呢？这就是中国历代民间说唱艺术，由他们来传播。地方上戏剧、歌舞，啊，特别是说唱。啊，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的东北是近代说唱艺术很有成就的一个人，在我们这儿住了3天。我告诉他，要收学生的，要传下去。高春燕就是，他说找不到人，不是他不想传，真正找不到。这个话我能够理解。啊，找不到传人，自己慢慢的年老了，不能再从事这个行业了。陈现在这几年还行，多表演，把他录像录起来。啊，说唱的内容全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这中国过去的民间，现在讲社会教育的主流，用这个方式，大家爱听，又是消遣。又是欢乐，同时接受教育。啊，他不枯燥啊，老少咸宜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就常常听。啊，到哪里？到茶馆。他们的表演地方都在茶馆。啊，酒楼茶馆。年纪啊，或者是朋友远道的亲戚来聚会啊，都邀请这些人来表演啊，给我们说一部大故事，讲故事啊，这个里头重点的就是讲因果报应，行善积德有福报，造作恶业的有灾祸，所以不认识字的、没念过书的，他懂啊，他心地善良啊，他不会做不善的事情。
啊，下面说了，何人富有？但见习成信，不肯施予。施予就是布施，不肯以财物给予他人。啊，碍于牢固。佛法讲坚固的支柱，叫爱宝啊。他怎样保持住？啊，贪心深重，叫贪重，爱宝贪重。啊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。连自己的身心都保不住，何况身外之物？佛教我们的决定正确，佛不教我们保财。佛教导我们生财，这个意思都好。啊，能生财，不要保这个财。财怎么生的？财就是财布施生的。啊，你有多少财，你就布施多少财，这叫生财。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它是循环的啊，那就越施越多，这才真正懂得叫爱宝啊。世间人把它搞错了，完全搞颠倒了。啊，发布时也如是。啊，自己知道的，恨不得人人都知道。我好好教他，越是越生越长智慧，越长智慧呀，就越多心发布时，越学多，无为布施，因果。也如是啊，肯修健康长寿啊，越是健康长寿越要多行无为布施啊，老而不衰啊。这三种布施的三种大福财布施的财富，发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。这叫生福啊。啊，贪见。与布施完全相违背。菩萨六波罗蜜第一个布施，布施就是度艰难的。啊，艰难吝啬。这是错误的。啊，
但是这种人还特别多，尤其是现代，走遍全世界，到处都能看到。那看到他们的苦，心老神苦，操心啊，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多求，贪而无厌，得到之后实实在在说保不住啊，想尽方法来把它保住啊，希望自己能够占有，希望自己能够支配，殊不知全是假的。我们看到的终身劳苦，一直到寿命终尽，他还没放下。啊，他的罪业轻的不能放下，出生道去了。造的一生有罪业，他得不到人生，出生道。生在哪里呢？生在他珍藏他的钱财的地方。啊，那个财库里头没人住啊，有蟑螂，有老鼠，有蚂蚁，他就偷着在，舍不得离开。很可怕了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但所得者呢，只是独死独去，无一睡者，这一口气不来，什么都带不去啊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这个道理，事实真相就在眼前，一定要看清楚，看明白。啊，佛门里头有这个说法，神识孤有喜，孤是孤独。人生是一场梦，金刚经上佛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真的是一场梦。啊，如果在梦中觉悟了，不再把梦当真了，这就有醒过来的时候。如果把梦中的事都当真，他就醒不过来。啊，继续要在梦中游戏。这就是六道生死轮回，非常可怕。啊，下面举世俗一句话成语，万般讲不去，这个讲就是带，一样你都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
你造的这个业会跟着你去。啊，业是带着走的，你带去的是善业还是恶业？是净业还是染业？这个不能不谨慎的。啊，净业生净土，染业生秽土，秽土里头有善恶，善业生善善道，恶业生善恶道。任何一个人在世间，不可能有纯善，不可能有纯恶，善恶混杂。那就看善多还是恶多，看善的能量大还是恶的能量大。啊，自己如果很清楚很明白，我们这一生的前途，来生到哪里去，就会很清楚，不需要问人。人不见得清楚，自己最清楚不过了。啊，所以生平所作善恶之业，皆所感呢，福祸之苦，这不相舍离。故云追命所生，他追随着你，你到哪里，他到哪里。一即法师说：“为善恶因，皆祸福果，皆追命根所生处也。”这里讲到命根，参考资料的有简单的说明，啊，佛教大字典的，据大乘唯识的义理，第八识之种子。有住摄之功能，因而一期之间，一期就是一生，从受生此世以至死亡，这一期就是一生，使色心相续，色是物质的身体，心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假名为命根，非别有命之实体。换一句话说，命之实体是不存在的，根本没有。唯识书记第二卷里的说，命为色心不断，是命之根也。啊，色心是不是真的不断的？不是的，佛在经论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色心是相思相续，
前念灭了，后念又生。啊，但是前面这一念，念就又生。啊，生什么？大家都不知道。生整个宇宙。啊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佛经上是所说的一念生的。前一念跟后一念决定不一样。念念都是独立的，念念没有相同的。啊，念念不断叫相续，念念不同叫相似。这是宇宙的真相。啊，经上有两句话讲得非常有味道。啊，你要问我们整个宇宙包括自己先前的样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自心现量。自心所现的全宇宙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不断之无，很有味道啊。哎，它不断，不断，通通是无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断之无啊。佛真高明。八个字讲圆满了，究竟圆满了。这八个字是科学，是哲学，达到登峰造极。色心相思相续，这叫明之根也。是怎么回事情啊？后面我们还会学到啊，阿赖耶识，说的比这里详细。追追随追逐，于是后世啊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途。三善道乐处，三恶道是苦途。苦者痛苦，毒者毒祸，痛苦到极处叫做苦毒。那痛苦无法想象啊。唐太宗附体那个光碟我们看了，有人问他地库怎样，别提别提了啊，苦不堪言，一提还心有余悸。啊，佛在经典里面说过，阿罗汉在六道做凡夫的时候，地狱里待过，
正得阿罗汉，他有神通。啊，须弥通能知道过去五百世。啊，那么想到地狱，身上流血汗，心有余悸。这个地方不能去，不能去，地狱的业不可以造啊！啊，地狱的业最严重的，杀盗淫妄，还加上酒，啊，最严重的杀业。道义啊，营业妄语饮酒啊，酒本身没过失，酒醉了之后啊，容易起杀盗淫妄啊，前面杀盗淫妄本身就是罪，叫性罪。你犯了，那就是罪，就会感召三恶道的苦报。啊，酒不是的，就是助缘，帮助你造业。所以佛把这个也列入中戒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地狱业决定造不得，啊，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，你造了，果报就在眼前，一口气不来，怎么办？没有人救你，啊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的要还钱。什么时候还？你地狱罪报受尽了出来的时候，你再还债。你说多可怕？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与别人不相干的。自己不能不救。底下一段，道习固戒，习是习气，啊，道的念头就是占便宜，占便宜的念头是道心，要从哪里？断的要从这里断，决定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，这才叫把道业断掉了。啊，喜欢占小便宜的道心，我们看经文，诱惑。见山增宝，不思莫及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之恭己，孝善弗取。这个道义可重了。念老注解里头这一段证明道我，说明道的罪恶
啊，见善正报不思目己，正是正恶，就是怨恨啊，嫉妒障碍。看到别人的好处，他回报，他憎恨的，啊，应当是见别人之善，要有恭敬。要有称赞，啊，要表扬他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希望善、善心、善愿、善行都能够发扬光大。社会才会和谐，人民才得到安乐，这是大福啊！你看，祸福都在一念之间。啊，一念嫉妒，你们就产生怨恨，造无间地狱的罪业。啊，一念称赞、表扬，功德无量无边的，给那个行善的人没有两样。他行善，我表扬，我把他发扬光大。啊，他的善跟我的善就拉平了。为什么不敢？啊，我们用眼前的例子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这个汇集文，在见善了，好见见善，见善怎么样？增报太多太多了，造的也可重了。啊，因为你的憎恨毁谤，让许许多多的人，中下根心的人见到了，对这个本子怀疑，对这个本子不敢接受。啊，那么文法的缘就断掉了，谁断？你帮他断的，叫断人法身慧命，那就是。无间地狱的罪报，啊，那么有一些明白人，真正善心人士看到了欢喜赞叹，啊，翻印流通，劝导大家学习，这种心性给夏莲老十年汇集的功德没有两样。啊，他在这里修善行善，我们的一念善行跟他相应。啊，黄念老六年汇集注解，功德太大了。啊，这么好的经本，
这样圆满究竟的注解，怎么忍心去回报？怎么可以造这个业？我们看到听到了不忍心啊。怎么办？尽自己绵薄之力，身行言传，我们来传播。这一部经在当今，到释迦牟尼佛末法王后这九千年，实实在在说，能帮助众生在一生成就的，就是这个法门，就是这部经典。你没有遇到，那就不提了。真正遇到，你能信、能愿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这个成就是不思议的成就，不是小成就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。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，不是普通啊！我们对这部经典，对这部集注，升起信心，没有怀疑，用真诚恭敬心来接受，我们一生成就，帮助许许多多人增长信心，坚固愿心，将来个个都成就。那么这是说尽人之善，没有尽目之心，凡生憎恶，妄加毁谤。如是之人，没有善念，也没有善心。胸怀之中常是轻惰之心，这就是道。侵犯别人，夺取别人，希望为师损人利己，损人决定不离己，损人跟人结冤仇，怎么可能离己？夺取别人的财产，将来要还他的；夺取人的生命，将来要偿命的。一丝毫便宜都占不到，亏可吃大了。
期望别人的利益，共结自己受用，这叫不义之财。啊，特别是国家的、团体的、啊，公共的这个财物，国家的财物，财从哪来的？人民的税收。你没想到啊，中国是个大国，多少人民？10几亿。你要盗取国家的财物，你的债主就有10几亿，你将来怎么还法？你还不清，在六道里头，你就不能得人身。还清了才能得人身。用什么还？皮毛带脚还。你要知道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多么可怕。别用国家的这些钱，更严重的是三宝物。因为三宝它没有界限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出家人都有份，那就不止十亿了，百亿、千亿、万亿，数不尽的。十方三世的三宝，他都有份，你怎么还？所以《地藏经》上说，你犯了忤逆十恶，毁谤大乘，佛都有方法救你。道三宝无，佛不能救。寺院安堂三宝无，一针一线。啊，一根茅草都不能动。啊，你是用道心去取它的，通通都犯罪了。供养三宝得无量福。啊，盗取三宝物得无量罪。现在没人讲啊。拜地藏菩萨的人可不少，念地藏经的人我也见过很多，怎么都不知道这桩事情啊。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经上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吓唬人的，句句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不义之财，得来容易也，任性挥霍，勤恪消散。消散怎么样？重复盗取，这经上讲的
孝善佛趣，他道心、道行相续，那这个罪就非常非常严重。后面这一段总结：善途辗转，神明可知，这个实在词的念知，记载的意思。纵如我道，自有三途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于是神明可知纵如我道，神明敬意。六十化缘，一般大小乘经里头也都有，如人从生，有二种天，常随是位，一个叫同生，一个叫同灭。天常见人，人不见天。这就是有两个神跟你一起到这个世界，一生跟着你，一个人名字叫同生，一个名字叫同名。如是二身，于人俱生，故名俱生身。药师经里的说，由俱生身，随其所处，若罪，若福。借据数之，尽持授予，阎魔法王。这两个神，把你所作所为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出，他统统都记录下来。记录下给谁呢？给阎罗王。阎罗王那个地方就有档案。将来你这一生寿命到的时候，你感受的果报，你要是不服，阎罗王把这个档案给你看，所以阎罗王说。我没有权利加给你的刑罚，我没有权利。你所受的刑罚完全是自作自受的。阎罗王
很慈悲呀。不愿意看到人堕在三途，受这个恶报。啊，可是众人不听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古人聪明，在人间建城隍庙。啊，城隍庙里头最主要的殿堂啊，是阎王殿。啊，有十殿阎王，而阎王殿里面所造的。啊，所造的这些像，我所看到的，都是根据道教玉律报朝，以这个为主造出来的。泥塑木雕，泥塑的多。造得好，啊，让人看到神警惕性的，不敢求你，不敢做坏事。劝善归过，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这是道教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。啊，儒教人明理，让人有羞耻心。啊，不好意思作恶。啊，作恶对不起良心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师长，啊，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人民，有这个力量约束了。但是，比这个力量更大的是因果。阎王殿看着不敢。啊，儒家大道，耻于作恶，就羞耻。道家这个就叫你不敢。佛法叫你开智慧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。啊，理跟事都讲得很清楚。啊，下面引用的《家祥书》，啊，这中国无量寿经的古著只有两种，经营跟家乡啊，唐朝时候的人啊，书里头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神，一名同生，二名同名，同生女在右肩上，舒其作恶。你做的坏事
他在那里记录，通明男在左肩上竖起左扇。啊，你有善心，你有善心，他把你记录下来了。这个说法，大小乘经论里头都有，可见的世尊常说。提起人的注意，善恶在起心动念之处。啊，自己好好想一想。经上常常说的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符不符合这个标准？这个标准在净业三福里头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那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个四句做到了，就是佛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佛是有标准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孝亲是根，尊师是本。咱们用树、植物来做比喻，根本。啊，现在教学难，难在哪里呢？没有根，没有本。年轻人不孝父母，不尊重老师，所以老师不教了，老师不来了，啊，都离开我们，都走了。不是不慈悲，是你不听，你不能接受，你听不懂。善学基础就是靠孝亲尊师，诚敬，没有怀疑，才能接受啊！不诚不敬，没有怀疑，有怀疑，怎么教法？啊，再高明的老师也没办法教你。啊，62年前，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。他就很坦白地告诉我，现在的学校，62年前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学生不像学生是真的，先生不像先生是被学生逼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学生不爱学，不真学，老师教了没用，老师讲了就白讲了。佛家慈悲，佛是门中不
不是一人。有一个学生肯学，老师一定真教，其他的人旁听。得有个真学的，一个真学的都没有的话，老师就不教了。啊，跟你在一起怎么样？恒顺众生，顺喜功德，你们喜欢什么，跟你聊什么，聊完就下课。这就是先生不像先生。啊，真东西啊，藏起来了，不是有意藏的，是没办法，他推销不出去。老师心里多苦啊，老师心里多难过啊，啊，眼看这个社会一代不如一代，怎么办？一代不如一代是衰退，衰到最后是灭亡，没法子救。啊，所以一批老教授在台湾省吃俭用，把钱抽出来印书。我知道译文印书馆后面就是一批老教授，就十几二十个人啊，完全翻译苦尽。我能看的一些古书就在这个书店。啊，当时在台湾的读书人，大陆上搞文化大革命，台湾的读书人着急，几乎个个人都在想怎么样把《四库全书》保存下去。这是中国国家民族的瑰宝啊，第一桩大事啊！印这个东西成本太高，又不是一般人都能买的啊！总算是尽了最大的力气了，这个事情做出来。他印了多少套了？商务的总经理告诉我，全书那一次只印了300套。书店的担心卖不掉啊，卖不掉就赔本。波头太大了，赔不起了。啊，还算不错，卖了不少年，这部书卖掉了。我买他的这一套，最后的一套，3个套最后的一套。啊，而且这一套是日本人订去了，付了定金，也是没钱买。以后让给我，让给我，还要我12万台币，他就肯让给我，那我只好给他。啊，那么我买的这套现在在澳洲，台湾纪念中山先生革命100周年啊，政府
劝导这些文化界人士，希望全书再版。这两家书店的老板马上通知我，这么好的机会要再版啊，刚刚好，我手上有一笔钱，我还找不到用途，听说这个信息，好了，全部投进去。啊，我们买这个四库全书，啊，过去只买一套，这一次我们买了111亿，3亿，111套，连前面112套，啊，会要，连前面的，我们一共卖了270多套，啊，同时我们发现了。全书之要跟国学之要这两样好东西。啊，这两样一样是一万套。1万套全书之要，1万套国学之要。我的钱没有了。1000万美金。好事情啊。送给全世界。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去收藏，那么中国就等于不会失传啊。那个时候大家担心呢，全书乾隆当时手写的只有7套，到台湾这个时代，全世界只有3套半，还有套残废的，完整的3套。真怕战乱当中毁掉，这个要救啊！救的方法就是多印，到处收藏。啊，不管什么样灾难，不可能地球全毁，不可能，总会有一些留下来，这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啊，典籍保存下来了，那么接着得要有人读啊。没有人学，还是传不下去。啊，这一桩大事，民间来做，非常辛苦。收效不大啊，一定是国家去做啊，非常可惜。我们对台湾政府马总统充满了希望，在他的任没做，要国家提倡。那我们意想不到的，在外国，马来西亚的首相纳吉，我跟他谈了这个事情，他有兴趣，啊，他支持我们的汉学院，啊，而且很诚恳地告诉我。他要送他的儿子到汉学院里去学习汉语。他儿子现在在北京，在北大念中文系。马来西亚
很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了。那就是他们还有1000多个华校小学，62个中学。啊，我说我以后到马来西亚要跟这些校长老师多多的接近，鼓励他们。佛法讲发菩提心，发现集成这个道统，啊，我们设立这个机构叫汉学院，在马六甲建的这个学校，啊，希望这一些老师、校长，他们年岁都不大，啊，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，啊，真正用10年时间，在书库里头选一套书，选一种，不要多，10年，专攻这一门。10年之后，他就是专家。啊，学易经的10年专攻，学论语的10年专攻，个个变成世界第一流。我访问巴黎、法兰西的汉学院，跟他们的老教授交流，他们问我马来西亚汉学院怎么教学？我告诉他，我说我们的10年，前面10年是做研究工作，培养老师，现在汉学没老师，我要找这些华人教书的，教哪些科目？我们只取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里面一共65种。啊，我们有65个人，每个人专搞一样。10年之后呢，就有一部活的群书之要。啊，这10年当中，一面深入研究，一面每个星期提出一次报告。身心研究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们重视这个自见。自见就是开悟了，啊，没有老师会开悟，无私智、自然智，大乘佛经上讲的，我们要相信，这种智慧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，不是外来。人人都有啊！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典，谁教他的？没人教他。
他怎么说出来的？是自心本有的无私之自然之点流露。他告诉我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乘佛法人人是平等的，生佛不二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，佛有的众生全有啊，佛没有障碍，他全露出来了，众生有障碍啊，障碍有三大类，佛给我们讲叫烦恼，无明烦恼，尘沙烦恼，见思烦恼，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的烦恼要放下了，自性本有的智慧就现前。这个智慧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切智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。啊，在中国，唐朝时候，慧能大师给我们做出示现。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没有一部经论，他不懂。你念给他听，他完全通达明了，他能给你细讲。啊，你不问他，他心是清净的，一无所有，般若无知。你问他，他无所不知。啊，不问的时候无知，问他时候无所不知。东方人教学自古以来注重这个，啊，看到学生当中有悟性高的，啊，要特别培养他，用戒定慧。啊，戒就是规矩，规矩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一门能得理。啊，多了就不行了，多了你乱了，只能在一门。啊，得定之后就有可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慧能大师也做出了典范给我们看，他麾下这些学生们开悟的有40多个人，达到跟他平等的境界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决定要一门，一门才能得清净心，不能杂，不能乱。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什么时候呢？开悟之后。啊，开悟之后学一切法门，太简单了。龙树给我们做了示范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，那个时候印度佛法很兴盛，啊，龙树出现，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用3个月学完了。真的不是假的。
他怎么学的？我们从《坛经》里面能看到。啊，发达禅师学《法华经》，一门深入10年，没开悟啊。啊，见六祖，六祖问他，《法华经》讲的什么？法达不能回答，反过来请教六祖。六祖说：“你念给我听听。”啊，你念了3000部，那会背了，念给我听。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第2品，方便品。六祖就说：“行了，不必再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”跟他讲《法华大义》，他开悟了。啊，龙树菩萨就这么说的。每一部经翻个几页，就明白了，后头就不必了。所以那一部大藏经3个月就完成了，就圆满了啊。广学多闻是开悟之后啊，如果是没有开悟，广学多闻那一部大藏经我们学100年都学不懂。所以开悟多重要，悟性多重要，每个人的悟性，每个人到这个世间来都带来了啊。问题是孩子没好好教他，古人教学保持他的天真，保持他的本性，本性本善啊。所以做母亲最大的功德，最大的成就，就是把小孩扎根教育做好啊。扎根教育了3年，小孩出生到3岁，1000天，这1000天要把他看牢。负面违背伦理道德的一切人事物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那父母在面前，在他面前都要守礼，做榜样给他看。那规规矩矩，端正心念。这1000天让他养成习惯，他就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，他有这个能力。而且不善的他不会接近，善的他会亲近。这个扎根教育，母亲比什么都伟大。啊，母亲生养的孩子圣人呢，生养的女孩子将来都是圣母啊，圣人的母亲啊，让圣贤一个一个接住在中国出现。中国在古代对妇女非常尊重，我们在典籍里可以看到。啊，现在人不知道啊，没人讲。
啊，所以中国小孩从小叫他念古书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修定，用读书的方法修定，读书字没念错，没念漏掉，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意思，一遍一遍念，把它妄想杂念拔掉，保持他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用意在此地，不是叫他记东西。念熟透了，他会记得了，那是附带的，不是主要的目的。啊，那是附带的成就。是用读诵的方法修定，啊，得到定之后，就有机会开悟。啊，悟后叫广学多闻。这是什么？在悟入开悟的时候，这是求根本智。根本智就是般若无知，它起作用无所不知，它先清净，清净先生智慧。啊，他读古圣先贤东西，他生智慧，他怎么会不懂？哪有不懂道理的？他讲《华严经》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一样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从释迦牟尼佛自信流出来，他来讲《华严经》也是从自信流出来，中国人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外国人没有。跟外国人讲，他听不懂，他没办法接受。他说这是神话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必须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。啊，我们还不能劝他。做出样子之后，让他看到感到奇怪来问，这就告诉啊，开悟的学生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问不到他，你提出任何问题，他有办法给你解答，没有学的也能给你解答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他会认真考虑，啊，说不定能改变整个世界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那就功德无量了。有悟性的帮助他开悟，没有悟性的时候帮助他即问之学。啊，建立德行，啊，把这些小学基础学好，广泛的传播下一代，这都是好事情。啊，一，我们讲正法的时候讲到，什么是正法？
大乘教里常说，什么是佛法？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，会的，不会呢？不会呀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啊，不会的人，《无量寿经》也不是佛法，《华严法华》不是佛法，不会呀。啊，会的呢，会的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佛教经典是佛法，别的教经典也是佛法，世间所有这些典籍统统是佛法，没有一样不是佛法。什么叫会？放下就是慧，啊，放下什么？所有一切法统统放下，就回归自信了，那就是的。啊，不能回归自信的就错了。啊，就文字上来说，正法，中国那个正，上面是一，下面是止，一就止了，这就正法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一生专搞一门，不管你搞哪一门，都会开悟。那如果能专心，把所有一切欲望放下，就非常可能大彻大悟。啊，人有欲望，这个欲望是障碍，彻悟就不可能。啊，财色名利七情五欲统统放下了，心真正回归到清净平等，清净没有染污，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，平等菩萨的境界，没有分别的平等，没有染污是清净。后面的觉，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没有老师，老师是跟我们做增上缘。老师有没有方法帮助我们开悟？没有，不可能。所以大乘教常说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是你自己的事情。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，一生讲经教学，怎么修行，怎么成就，是你自己事情。你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你自己知道怎么做。佛没有限制，啊，佛法确确实实，
是广大而没有边际的。啊，佛法的圆满，真的发生般若解脱，解脱是大自在。那发生是真理，般若是智慧。这下面是无界心，三福八教，一月六祖。三福至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这就是同生同灭啊！他们要把记录的东西要去送上去，啊，这是三福。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八教呢？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，这八天。六祖是六斋日，一个月当中，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，这六日，啊，改为一年之中。有三个月向上复禀，有八日上报，啊，教就是报告。一个月之内有六天奏明，有望西大师居无界经曰：“如是等日，天神记录众生善恶。”该所禀报者呢，皆是众生的善恶。可知，可知，可也。智者有意识，啊，解释不一样。第一种。家乡俗、会俗等，为智己也。如会俗语，悠悠天神，智其阔条，无毫厘差，故曰可知。这个时引念智就是记的意思，此于加强之意正同，君位有神明记录人之善恶，故报应不爽。那么现在人不相信了，认为这个不合科学，这是宗教，这是迷信。科学的副作用很大了。啊，古时候人对于诸佛菩萨神明的教诲，这些典籍很重视，不敢轻易违反。老人都是劝人遵守，自己做出来给下一辈子人看。
人人都相信。我们今天从理上来讲，理上讲得通。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人要有自信心。欧耶大师在弥陀经给我们讲信，讲六个，第一个信自己，信自己信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佛教没传到中国，老祖宗教我们人性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要相信。我们本来是善，善良。一切不善是后天学来的心性，不是本性。中国圣贤教育目的是回归本性。佛法的教育是回归佛陀，帮助你成佛了，那才叫毕业，叫圆满。不能不相信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信心生出来的决定是好的。有没有？有，信有就有，不信也有。为什么？你有不信，不信也能造成，不信也是有，信是有，不信也是有，信不信都没有了，告诉你。全没有，全没有是什么？全没有是回归圆满的自信，自信里头一法不离。所以信跟不信，你的心都动，心动了，就产生现象。这个就是最高的哲学。最高的科学，起心动念了。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，起心动念能生万法。万法为什么会出现？是自性本有，把理跟你说出来。不动的时候他没有，动的时候他就有。如果自性你都没有，动也不应该有生。动有，可是自性本有。佛法教学重视的明心见性。那么我们净土宗明心见性是摆在第二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明心见性。阿弥陀佛来教我们，所以净宗就不是宗教，阿弥陀佛不是神，不是上帝，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出来的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我心即是净土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们念头变出来的，是我们自信的本有的。跟宗教里说不一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